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围棋节目的直播。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2020浙江平湖当湖十局杯 CCTV 电视围棋快棋赛的直播。今天下午呢进入到本次比赛的第二轮，接下来为您带上的这场棋局呢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的瞩目，两位世界冠军之间的对决，由范廷钰对阵姜维杰。那么说到我们 CCTV 电视围棋快棋赛呢，是1987年创办，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是我们中国现存的历史最为悠久的品牌赛事。那么这项比赛呢，由于它不单单是决出这项赛事的冠亚军，更重要的是它跟亚洲电视围棋快赛相挂钩，也就是说进入决赛的两位棋手可以代表我们中国去参加亚洲电视快棋赛。那么主要是跟韩国的 KBS 还有日本的 NHK， 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亚洲最高水平的电视快棋赛。那么今年呢这一项比赛呢是32名等级分这个排名前列的选手呢通过4天5轮一气呵成，可以说整个赛程啊是非常的紧凑来决出最后的冠军。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两位棋手呢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范廷钰呢可以说曾经多次创下纪录，在2013年当时只有16岁7个月，他是3-1战胜了朴廷桓，夺得了英式杯的冠军，当时呢是中国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另外呢范廷钰在2016年和2018年连续有2次在农心杯当中是创下过7连胜，所以棋迷给他送上一个外号叫范大将军，所以他的实力啊是非常的强劲。从今年来看，范廷钰的状态依然非常好啊，他目前呢还是生存在2项世界大赛的8强当中，孟百合和春兰杯。当然接下来8进4的比赛呢，他这个考验呢是非常的严峻，因为接连啊孟百合要对阵柯洁，而春兰杯对阵申真谞，对阵中国和韩国的第一人。不过我们相信呢，范廷钰以目前的实力来看呢，他还是有机会的。那么今天呢，这第二轮的对手姜维杰啊，虽然年龄大一些，可以说已经是年近30的老将了，29岁，依然状态也可以啊。目前等级分排在7，他是2012年拿过2届杯的世界冠军。虽然现在的整体战绩呢不如范廷钰那么耀眼，但是呢，姜维杰的这种棋风啊非常的强硬，力量极大，而且快棋呢偶然性比较大，所以呢这盘棋啊说胜负确实很难预料，所以我们期待两位棋手呢下出自己应有的高水平。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个比赛之前啊，我们看一段小片，小片之后呢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位讲棋嘉宾啊，是我们非常尊重的前辈，我们中国围棋协会的原副主席华以刚，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裘丹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小片之后，这两位可以给大家呢带来精彩的解说。我们先看一段小片。首先呢我们看到呢今年这个比赛啊是在浙江平湖叫当湖十局的围棋文化公园。那么这个围棋文化公园呢也是在2018年的5月份开始建设啊，在去年的年底12月底呢就正式的竣工。这个围棋公园呢我们看现在是今天上午的开幕式啊，大家看到这是大家熟悉的一些棋手啊，还有我们的开棋仪式。这个围棋主题公园呢占地是23亩，有5600平方米，啊，这是整个开园的一个仪式。当湖十局杯 ，CCTV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宣布比赛开始。开始。那么这个主题公园呢，有围棋馆、永年阁、观棋山等等。那么比赛呢，现在总共呢，第一轮呢有16盘棋是放在了围棋馆，围棋馆呢分为2楼，一楼呢有12盘棋，二楼有4盘棋。大家现在看到呢，这是对阵第一轮的情况啊，大家看到赵晨宇啊最近呢这个表现非常好啊，他是杀进了英式杯的4强，所以最近状态很火爆。很多棋迷认为赵晨宇呢也是实力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老将孟泰林。CCTV 电视快棋赛呢是30秒必须要落子啊，所以还是对棋手的这种棋感有很大的考验啊。刚才大家看到是朱瑞阳对彭丽敖，这盘棋呢非常的激烈啊，最后是半目胜负。在2楼呢是有4盘棋啊，大家看到现在第一轮范廷钰对2000年出生的来自四川的棋手廖元赫啊，范廷钰呢依然是表现出良好的状态，这盘棋呢是战胜了廖元赫，从而进入到了16强。唐卫星对阵丁浩，丁浩也是00后非常有实力的棋手。这盘棋呢唐卫星输给了丁浩啊，他在赛后呢也很感叹年轻人的进步。陶欣然对张涛呢虽然知名度不大，但是在2017年是拿过 CCTV 电视围棋快棋赛的冠军，
啊，这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另外一位棋手姜维杰，在第一轮是战胜了2000年出生的来自上海的李维清。谢柯同样是刚刚进入到应试杯的四强，啊，第一轮对阵自己在苏泊尔杭州队的队友李钦成。李钦成呢是大家公认的快棋高手，啊，但是这盘棋呢最终是谢柯获胜，啊，大家关注的等级分第一人柯洁，柯洁第一轮呢对陈贤这盘棋赢得非常的轻松。柯洁呢在 CCTV 电视快棋赛最好的成绩是进入过四强，没进过决赛。陀佳琪对米玉婷是陀佳琪最终获得了胜利。好，接下来我们请两位嘉宾给大家呢带来非常精彩的点评和讲解。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的又在这里为大家现场直播2020浙江平湖当湖十局杯 CCTV 快棋赛。啊，今年已经是第33届了。今天呢，很荣幸跟华以刚八段华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棋局。华老师你好。好，你好，小秋好。现在我们呢，刚刚子中呢已经把整个基本的情况、背景情况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言简意赅的这个介绍。对。那么我们下面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介绍我们马上要进行的这盘棋了？就是范廷钰对阵姜维杰啊。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两个世界冠军了，这是，也是两位上海籍棋手是吧？华老师是您的同乡。嗯，是老乡，对。一个呢，两个人相差5岁。啊，对，是一个是91年，一个是96年。是的，是的，姜维杰年长5岁。但是依然是竞技状态非常的好。好，那我们下面进入棋局吧。哎，像老规矩，因为这个棋它30秒一步下的是非常快的。是的。小木，对。小木，这个是新小木这边挂的时候。这个是白棋尖顶 AI 流，现在好像白棋这样下的非常多，非常多，尖顶完了挺简明，是的。这样的话呢，直接把脚拿着了，没错，先守了一个脚。他把它一挂，黑棋小尖，小尖，我们正在很有悬念的在考虑重视实力的范廷钰是不是立刻点三三的时候，哎，结果他这盘棋啊没有点三三，他是挂角。对，这个姜维杰呢很有意思，他下的一招棋啊，他好像可能啊很期望范廷钰点三三，结果你上一手没点吧，他就有点诱惑你，他走一个大飞。这个大飞的确是只能说是诱惑你来点三三，面对大飞脚再被他扎钉，不愿意，这个脚很稳固，而且这个拆得很开，是，所以呢很有意思，这个可能是一种实战的心理，啊，结果呢他现在也逼着他就点了，点了，对，开始挡，哎，挡，来我来摆，挡爬，退，我来，搬针。这当然是这个基本的这个定式。飞，这是正常的。如果你爬呢，它可能就顶住。以后搬砖先生。它非常厚。它现在要它要飞在这里。是的。那么我想呢，比爬呢效率好一点。照这个棋，以我的就是学棋的体会。就这种棋呢，以前一般来说是走这个。对，当你爬的时候啊，它就能够扳住。然后你为了挤我的断点，你挤住，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接住。是的，这个是我学棋的时候都是这么学的。现在呢，实际上呢，当它飞的时候啊，姜维杰呢，继续使出，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也毁我三观的招，他竟然直接在这儿。他首先挡这个，他可能怕他冲断，将来有这个味道。他呢也不肯贴，贴的话呢，他其实从这个地方已经不是拦住了吗？是的，效率比较高。他有可能啊，觉得啊，这个地方由于这里被他多了一个子呢，他白棋跳起来可能有效。所以他非要这单走在这儿。他诱惑白棋，诱惑在什么地方呢？这样的形状。白棋爬，我想是极度诱人。
挺大的。非常大。这个时候呢，黑棋呢肯定是不硬了。它可能是占别的地方的大棋，它要占中府。它要用这种方法来。所以呢，这个可能呢，范廷钰呢，这叫什么呢？不为所动。哎，照样非我的。那么，姜维杰说：“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这个挡形状非常漂亮。”没错。那么，通常这么下了之后呢，它比刚才的这个形状呢多花了一步棋。所以它的形状是如此的漂亮，所有的断点都没有。对吧？而且你的脚也是很最小限度。是。就是六目棋。但是作为小范来说，我只要争了个先手，这头不让你飞压，那头也能够不让你挂，我先小飞了。我觉得好像范廷钰下的挺舒服，因为他本身就是那种喜欢把实地牢牢掌控在手里。然后你的模样他是不担心的，他这个支孤很有一套的。实力型。是的。实力型的选手。而姜维杰呢，他的棋就是喜欢前面都把自己下得很厚，然后慢慢的蓄力。等到他发力的时候，他就很厉害。发力。所以今天的棋可以完全体现他们两个人的棋风。他尖冲，那么这个下法呢是大家也都知道，人工智能一流的下法。没错，大家看到这个小飞无忧角现在大家已经看的不多了，但无忧角呢也是尖冲。对。但是新位小飞呢也是尖冲。对，更尖冲。是的，是的。爬。然后白棋爬一个。很有意思。他就跳。对，是这样。据说呢，他这个棋呢就等于也拆了一个。但是他的拆的效果呢可能还好一点。哎，似乎又想站上边又想站中府。本来呢就是说这个棋形呢可能尖冲的时候很多时候 AI 推荐是在这一带要反击的。对。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太合适。对。而且还是爬了一个。爬了一个挺好。走完之后呢大场就先行，反正先拦住你再说。挖了一下。挖了一下。对。他一退。白棋挖，他是单长的，他也没有去打吃。他当然希望他打吃。对，他如果说打吃，我们来看一下打吃，他就接上。接住。这个时候你的断点非补不可。黑棋必须接上。接住。我估计他就跳出来了。这样挺合适。跳得舒服。这个变化图肯定是范廷钰所期待的。这个是可能是最好的图了。很爽，很爽。是。所以他没有打吃这些。然后呢，他退，这个退呢，就是好像有点什么呢？你叫你分不清，到底你想要上边呢，还是要中府？我的战略意图啊，很模糊，对，不能让你完全清楚。是的，是的，对吧？因为意图清楚了之后，你就对方就容易下。没错，没错。我的老师，我有一个老师，叫王佑成。他呢，最初教我们棋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他的棋呢，有一次呢跟日本人下。结果呢，中途啊，他上洗手间。有棋友就追着他问，其实也不该问啊。你这棋怎么样？你这形势怎么样？好不好？那王佑成就说了一句：“哎，他这个棋，说他的对手啊，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嘛。”那么最终大家想想看，王佑成这老先生这盘棋是输了赢了呢？估计没下赢。大概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就不用讨论了，肯定就输了。所以你不了解对方意图，你就赢不着人。是，没错。那么再反过来说，你故意模糊你的意图，你是高人。是的，对吧？让对方根本不了解你的想法。那云里雾里啊，你完成你的战略部署，然后等到他真正明白你的意图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了，已经晚了。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高人啊。是的。现在他拦住，逼住。不让你先动，这个地方哪怕挂角或者哪怕随便拆一个，肯定都是大的。没错，这是一步眼见的大场。这回打吃。姜维杰一看，这回该打吃了。这个棋如果你接上。假如说接上，那么那肯定挡住了，正好挡住啊，那非常爽，非常爽。这个棋是黑棋完全理想，上边的头也占了，这个上边边上也拦住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球，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这个黑棋啊，如果在三路打，假如说打这个，这是什么效果呢？
我说根据后来实战进程的逻辑，白棋也是反打，他是不会藏出来了。藏出来被打两下好像不太舒服。这个地方的下围棋的道理啊，就在这里。如果这个子没有，那肯定要藏了。那就这样不藏被空提，这个要受不了。不藏不可能，这个在二路打，那个真是叫，啊，是，就是说，批评声一片。正因为这里有多了一个子了，这个可见这个围棋的子力啊，这就是围棋的基本的棋理。对，当你这里多了一个子之后，这颗子啊马上就贬值。这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道理。所以当他走这个的时候，大家可能棋力高的棋友也猜出来了。对，这白棋既然不接又不肯让他提，那么是在哪呢？可以在二路飞。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你如果这时候提，那就等于当初你打我要反打。对，证明了你当初如果打在三路，我是必定要反打的，你再提掉我当然挺出来。大家看到这个形状就觉得这个子实在是可以多余的可以拿掉，你放哪儿不行，你非得放这儿去团一个。对，就觉得这个提朵花的效率大大的降低，多一个单关啊。没错，所以他也不会去提它了。然后这个棋呢，黑棋呢，到现在为止啊，就是像控一类的这个概念啊，没有。但它很厚。它很厚。很厚。所以它必须要把这一带地方啊，没错，就是说实地化。是的，是的。叫它变成实地。那么它飞，是很实在。小飞一个。这个棋它连这个都不走。没错，这个一走将来这地方太宽，搞不清楚。是的，大飞有点空虚，看起来其实就是告诉你，我觉得能围住这个就不错。是，现代棋啊真聪明，白棋就立刻开始清消了。这种地方也是带尖冲的，你长我就跳，你压我再跳这个，你走哪个我都有道理。它反正是一种清消的手法。来看它走到这儿，挂白棋尖，这个让它飞过去不行，整个根据地没了。尖，尝一个，赶紧飞脚，不能让它再尖顶啊！根据地就没了。姜维杰很厉害，先拦住，要开始对你进行大攻。对，你这地方没口了，非常稳当，他就跳一跳。是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说是凡跳啊，无恶手。你在中间这么跳跳。肯定都是好的。这以前的格言还是很有道理的。很有道理。他这回一看，这个地方我要攻逼你一下。是。小范走的我看是非常好。对。你这个棋如果退在这里，就叫似是而非。这已经好像是一个形状。不，将来被他顶住啊，你的眼位反而不好。哦。所以他就干脆顶住。顶掉。顶掉之后呢，宁肯走一个后中先。其实以我看啊，就是说，推荐给大家一个最最不像棋的棋，我就直接能挤掉你，你也是肯定要接的。以我看呢，这个棋呢，你要是如果不走啊，我不觉得会死。有点痛，就是。但是可能不好。有点痛。他觉得呢，宁肯将来这个地方也呼应外边，是弄一点你的毛病。这个弄得不好，将来你要注意啊，他还下来呢。没错，这头拆这头刺都有用处，他所以走在这儿。姜维杰一看，终于得围一点空啊！你再走这个速度太慢，是的，而且还可能啊，你走这个已经他要栽进来，对，都有这个可能性，因为这头太薄了，所以他走在这儿。你走在这儿，你比如说随便啊，你走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是很危险。这能不能吃得掉？真在这里基本吃不掉。你如果从上面去捂住的话，二路一点，一次一尖，什么再一拆，基本上不是死棋。是。所以姜维杰很稳健，这招棋我很赞成。他把底下空先围。先围住，不管怎么说，围住再说。是的。他挺进去，当然，搬。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啊，看一下这种地方应该怎么考虑。首先。能够想得出来的是，如果你搬，对方如果不断，那就不叫围棋了。那肯定要断掉它。对，搬了，所以肯定要断的。所以说呢，你呢宁肯不要这个时候贸然的搬进去。是。你比较聪明的方法呢，是在这个地方先断，这就是实战。对。
因为它不可能让你从这儿这么打穿下来，哎，你如果不管你怎么硬，怎么借也好，退也好，什么也好，你肯定不行的，所以他得退。他肯定做这个。哎，白的下的很重要的是这个先手打一下。是。你让我这么接住受不了的，目也大，眼也大，所以他一定要接牢。啊，这个时候注意啊，便宜着了，赶紧，该撤就撤啊！这手棋一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决定在这个地方团一下，是的，也很有意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你一来一、二，一打，哎，他很爽，打吃，哎，很舒服，然后很难受。对，这个时候呢，他搬的时候呢，基本上白棋是团不到这一下，因为有可能你团的时候，人家就藏进去了。对，有这可能啊，这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所以宁可。不要先弄出这些事儿来，先团住。先团住，这个时候呢，姜维杰终于回归实，就是说，这个现实，回归到实力路线。他决定先挂进去。挂这个。现在。哇，这个原来是不挡的。来，我们可能棋友们是不是觉得，哎，这怎么是不挡的？好像以为总是挡一挡的。是的。结果他头扳住。投扳住呢，他也不带跳的，直接就拆个二，哎，能做活就做活。白的一看，这个棋如果照着小范的想象说，如果扎丁，这个，哎，预注，这样的话呢，有可能呢，被他先这么盖住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他很稳健，他决定啊，大局，他这张棋他没有扎丁，直接飞了，飞压。这个中央还是很重要，因为一旦被黑棋下后了的话，这个你不要看你扳到一下，其实你没连上，这还是有个断点的，还留个断啊。所以你如果一旦被黑棋走后，你还是需要担心这块棋的生死问题。现在全局几块棋呢？要当心啊，这里一块，这个地方很可能也是一块，是的，它并没有连起来。但是作为黑的来说呢，左边这个地方是一块，因为它已经被拦住了。对，同时又被飞压了，是，所以他也有利用的地方。这个两个子呢，气很紧，拆二，这个拆二是有点虚的拆二，所以这个地方都是下一步啊，咱们看他们会下成什么样。好，黑棋他是拖了连扳的，拖，又回到了，现代流的像最新的这么啊。最常见的这么一个拖了连扳，哇，定式的地方，他就直接接上，白棋压过来了，这是要求加强一下。白棋强化，他是先手，这地方，黑棋必须要退。他连续再压，给黑棋明显增加压力。这个时候，姜维杰先一跳，他其实两边呢现在都需要处理了。先他先跳。白棋靠了一个。靠。尽可能的不让你连上。这地方呢是这样，如果说这个局部啊，将来黑棋真的是要想法使点手段的话，是有可能的。哦，还有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我挡住，然后再点一个之类的。哇，有这样的招法，这个、反正就是说，如果说人家真要出你棋的时候，是有可能的。对，有可能。对，再接牢，考验了两个断点。反正有很多里面还是有一些味道存在的。没错，得小心，就是说。没错。虽然好像很坚固，但是当它外边都特别坚强的时候，是的，你也要注意。是。现在它呢，总而言之不让你连上。靠一个。它单退。单长。单长，我觉得也是一个聪明的想法，因为你去扳它。你越想搬，其实越连不上。他哪怕就退，你这个要接吗？他顺手再一扳，就把你断开了。你反而断得更扎实，没意思。所以你还不如长。单长。看看这一代他们会下成什么样啊？白棋二路飞一个，开始有点进攻你这个当初的猜的这个东西。然后黑棋拐。拐，他问问你，你到底想不真的想不想断我？是真的还假的？你要想断的话，也得断得掉才行。这也不是很容易断。这个没错。现在呢，他呢，白棋下的很有意思。他充分利用了这个二路飞，他现在要搬。
他要求就把你两个子吃了就行，对，这两个子连回去我同意。对，哎，要求是什么呢？他要搬，他如果说搬完你再走，我可就一壶你就差不多了。这样好像连不上了，就连不上了。所以姜维杰一看，决定这个两个子啊，嗯，不要拘泥于这两个了，嗯，一来这个，然后白棋先尝一下，他还要先尝，嗯，把这个走掉，这个尝呢，明显你刚才说的有好处的，嗯，尝完再点这个接牢，这个地方冲不断了，对对，这地方是一个虎口了，有好处的，没错。这个脚掌现在好像很结实了，现在很结实了，应该是。当你这么补上的时候，白棋决定把它吃掉，黑棋呢决定把你当初曾经说过的，哎，你这个扳可是有这个断点的啊，你这句话他听见了，哎，他现在把你断掉，这个断掉呢不仅是厚，本身就有木，对，但是作为白的来说呢，它的好处呢，你看这个两个子这样被吃掉，嗯，也是很爽的，哇！这棋呢是这样，我觉得白棋当初搬一下跟这个交换，如果回头来看的话，那还不如不下这一下。但是不下的话，黑棋可能直接挡住了。你看看，现在范廷钰啊不同意你的说法，他这个被断了之后也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这个子我没死。哎，我以为是死了，他还成空了呢，我还刚说成空了呢，话音未落被打脸了，他这个字藏出来。那尝出来会不会有点，好像觉得有点猛。仔细一看呢，这个尝呢确实不能掉以轻心。对，它有一个最基本的什么东西呢，一点，假如说接上吧，假如接上这一扳，两个子要死了，这个两手就是简单的组合拳，棋精掉了，哎，就把你牢牢的困住，嗯，这不行，所以黑棋得立一下，所以他这个立，就是这个缘故，对，这个一立呢，他就问你，哎，你这个地方你糊透了吗？有没有毛病啊？范廷钰说没毛病。原来就是由于有这些东西，照理你看起来啊，最笨的，你挤是先手，顶是先手，挤是先手，对，这不就已经是眼了吗？是的。好，你看，姜维杰说，哟，黑棋团一个，哎，老话在说这些事儿的，那我就来一下进攻，他糊这个。单尖在这里，单尖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的这个眼位呢已经不好破了，是，你就算扳一般的说法他就去啊，是的，哎，已经就活了，嗯，尖，黑棋小尖这个，小尖这个，对，这个地方他要把自己的形状都下后，他呢也不肯挡，就从那边扳，这个扳很好，嗯，他不理了，黑棋跳跳，这个，告诉你，老老实实给我补连起来。这盘棋很有意思啊，下的啊，点刺，哇，这棋还要点进来啊，哦，照咱们一般的就赶紧连上算了，是的是的，哎，他还要点，显然是，哦，我懂了，这个地方啊，你要是随手就接上，这是不是还要？他最笨的还有跨出来。是啊，看着好像不太安全的样子。这个一跨，如果一冲，我一断的话就通了。你没法走了。这能接不上，接一长就长。接一长，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嗯，我们来看看仔细，这个一长啊，竟然活生生的逃不回去。那怎么也不行。这个就是手筋的威力。是。你看，你直接拐这个，他一挖通，挖死了。对不对？尖一个，哎，你尖，它也是要尖在这儿，接住被冲死了。卡在这个地方是个筋，嗯，你要是走在这里也没用，对不起，通通吃得干干净净。嗯，所以这个刺，暗藏杀机，暗藏杀机。职业棋手他的算路是很厉害的，被华老师发现了，啊，他压过来了，被我发现，被我发现基本上没用，那是肯定的。现在他走在这儿，嗯，小尖一走在这儿之后，他一看得了，嗯，这地方给你留点味道。对，这个也收得很漂亮，这个都是下得很漂亮的手筋，嗯，局部的小手筋，我们看了今天学了很多。哦，他是在这儿的。是，这个好像不能这么硬，这么硬被一拖就出棋了。哦，打吃这一段断打，只能急掉。再一急打，再一急打，全打结了。哇。不得了，嗯，
那它唯一的手法就只能顶在这儿了。只能顶在这儿。这里面两目。先搬过之后变成屈山。两目，有点惨。马上补了。但这里面基本上是这样。马上需要补活。现在我们跟他们的进度已经是完全同步了，就是说。那么他们的比赛哪几点开始的？他们是3:30开始下的，下到现在是一个小时了，接近。现在是4:25。对，4:25。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呢，已经下了55分钟。对对对。其实下了没到55分钟，因为他还有开场的这种什么讲话啦、什么主持词啦、这些仪式还有，还没到。但是呢，不管怎么着，这个棋呢，现在呢，棋已经进展了很多。对，我们这样，因为我们这个人类的判断，现在我都自己不太自信。我们还是去看看 AI 的判断吧，就是对于这个局面到底形势怎么样了哈。对。到底是哪方占优？反正从进程来看呢，我的感觉是好像黑棋还不错的样子。但可能也还这好的可能也是很有限。对。如果说领先的话，也是有限。这底下刚才黑棋还下了一副小手筋，把它刮成了两目，哎呦，看着有点惨，活的。对。那么我们来看到 AI 呢，给了我们一个图。现在呢，它先把右上角定型一番。这已经差这么多了呀。从。这黑棋的胜率已经是80多了。已经差这么多了，这是好意外，简直是。它冲，你只有挡住。对。他在搬，对，他走掉，接上，你接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要提掉，提掉，这个先提很厚，因为你就算拔掉，你理还是不理呢？不理被他冲下去，你只要一路跳过，木还是大，他就提，然后呢，瞄着你的整体的眼位，而且这个冲下去，花老师这儿还有个冲回来的问题，这跟上面有关联哈。对，他 AI 的告诉我们这里跨一个，他说他能冲。AI 说呢，这个地方挡住还是大，挡这个是吧？挡住，这样，然后他球从这里点一下，接上，他从中原杀出来，这棋明显啊，就整个的白棋的眼位不扎实，没搞清楚，然后是要对他保持攻势，就是、然后接着他再走到这，把这个靠住，靠住很大，靠住很大，你只要。对啊，不敢搬出来，那么他就厉害了。是的，是的。因为一搬出来呢，不是弄点木，而是生死问题。就是攻他的，就是眼位了。有死活问题。搜刮他的眼位。没错。AI 认为这样下黑棋有80%多的胜率。但是80多，我觉得也是，反正要人类要掌控住也挺不容易。虽然像他们这样的水平，可能相对来说掌控度要好很多。但是首先是你要能下对这个图啊。对。人工智能凡是说的胜率呢，它实际上都是说是这样。第一，是当时的这个你的招啊，大概它先走成这样子。然后它还有一个重要前提。以后，您都得照着我的下。你得下得对。您自己的招不灵。对不对？在 AI 眼睛里边，人类。围棋的不会下，对不对？你不会，那么都得听我的。那么所以他的80%几也好，我曲棋看过有97%、98%最后翻盘的，那很多，对不对？你都要被翻盘，那你怎么说得清呢？对，所以我们这个胜率只是参考，你要得下得对，关键在于得下得对。也。不是你说的下的对吧？我做一个补充，你得照着我的下。是。那么 AI 跟 AI 还不一样。你把 AI 组织起来比赛。对。他哪两个 AI 招又不一样了，你怎么办？没错。对不对？所以呢。他下的是这个，华老师，他这个冲完了、搬完了，他盯了一个在这儿。以我看，有可能就比 AI 好。这个没跨，对，这两下没有。因为我看你明显这个地方冲过来多麻烦。他刚才提了这个，他就是怕这个冲，可能。对呀、完全没必要。你这时候也不敢提啊。对。他趁着你补的时候，不就等于不让你长进提了吗？如果现在白棋提，你要打算冲的。那他肯定不理了，直接冲出来，完全可能。好。
所以呢，范廷钰呢一看，这地方再也不能被他搭下去了。这太大了。这地方他的想法就跟 AI 就很一致。他从飞出来。那么范廷钰这种地方对于木薯他是非常敏感了。他当然要靠住。对。这地方为什么呢？绝对不能让他再这样跳起来。再这样跳起来，这四个子就处于被攻的状态。我被攻，哎，他还模模糊糊连上了，这个东西我当然不愿意。所以这步棋真的太大了。那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搭住。搭住之后，你瞄着这个，我冲刺了，你还没补呢。他搬。搬住。搬住。他断打。断打，断打呢？一般的来说，这种棋呢，肯定是反打的。是的。这个地方如果接上，那么这个一二三，就是鱼形三角。哦。这个三个字一二三，就产生一个鱼形的因素。刚才看这些棋调，这个子就多余，现在看也是多余的。进一步多余。是的。所以这种棋呢，总是要走在这儿，一走在这儿呢。你的所有的当初的这个子也好，这个子也好，都有用。对，他打吃，急打，打。哇，还是要跨出来。现在跨一个。现在跨局部当然是没有棋了。他是想，我认为有可能是做劫材。哦，他想这个地方有是吧？有打劫的因素啊。他就想直接开上去了。这个地方只要被打，打到你藏出来。万一这个地方再被打一下，哎，那棋就完全两样。对，是的。哎，果然他团住。哎，不出我的所料。果然您说的就是实现了。真的打上去了，真的给我面子，表扬小范，给我面子嘛，对不对？我说了他就照着做了，多好啊！态度很端正。打吃，这个劫不得了。这劫有点巨大，而且你注意啊，如果这个劫一打赢，把你这招棋弄废掉了，不是白下了吗？这棋呢是这样，如果说现在黑棋提劫，当然提劫，然后他冲过来是吧？现在我们来看，现在呢一举进入到他可能听见了，听见有人认为对方有80几的胜率了。范廷钰他得有所表示。你得表示，人家也得表示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这么认为？范廷钰肯定是不这么认为。哎，他提劫，提劫之后，哎，这个还没冲。他没冲吧？我觉得他冲一个不一定是劫，好像。来。但这个点一个有点大。来来来。这样如果被这样连根吃下来，实在是太大了。太大，而且你拦不住。对。你再尖我爬，你搬不住了。太凶，点在这儿。有点狠。哇，天爷，真凶啊！有点狠，这棋。看起来，同意你的说法。接上，这太大了。那白棋肯定要提劫。白棋提劫，提回去。他的理想就是这样。等华老师刚才说了，黑棋长，对，我就拍吃在上面。哪怕一拍吃，拍着一下就效果已经不一样了。没错，没错。拍着一下，有可能这个冲变后手了。对，刚才是有冲断的。没断点了。刚才本来是有冲断。只要一拍着这个。万一再打赢你接在这里，哎呀，那棋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棋他提过来的时候，现在我们进入了跟实战同步的状态了吗？是的，是的，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还没有长，目前这个没长，现在长了。现在它长了，是吧？我看见长了，它长了，因为他显然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劫材。特别明确的劫材要，哎，无非这就是只有这个是劫啊。对呀、啊，黑棋这里有劫啊，黑棋粘上是个劫材。对。他可，这个不能不应吧？对，这个他把这个抓了，难道跟他转换？有这种可能性啊？真有这可能。对，如果说白棋翻吃，他提劫。对，被我提通。假如说黑棋提劫。对，提劫。那么白棋就考虑找一个劫材。对，有这可能性。如果这个完全被吃掉，完全可能啊。就白棋把这个非常大、啊、中间也非常大，有可能把这连这块都不要了。对，假如说是这样转换，是有可能再飞过来。他现在是这样，哎，拍吃这个，然后黑棋提劫117，对，他果然也就是照着我们的预计，对，就是拍在这儿。那么黑棋当然需要提，没错。目前白棋需要找劫材。
我是觉得白棋这个劫材好像相对还比较容易，因为白棋这个劫啊，不是很重，你提下去也不过是就是这还没吃掉呢。提下去，最后我还能度过的。对，哎，好，来了，冲一个，好搬这个，这个也厉害啊！你要不走，我是接牢。这个黑棋很破碎，对，形状很破，问问你到底怎么办？没错，我要搬。这个是118，这范廷钰的快棋其实是很厉害，大家知道他在农心杯上，就是三国围棋擂台赛上，他取得了7连胜的好成绩，两次吧，他好像两次都是7连胜，没错，然后他在这个 CCTV 上他是第31届的冠军，就这我们这届如果算起来的话是第33届，前一届，对对，今年是33届，上一届是丁浩冠军，上一届是32，然后再上一届就是31，就是他，就是他冠军，就是他冠军。这个棋姜蔚杰一看，不能不理，决定了，这回再提，提掉，啊，忍耐，接上，这个忍回去，忍回去，无可奈何的忍无可奈何。那么他决定不跟他真的拼这个劫了，是的。那么不管怎么着。白棋的战略意图呢？获得了就是成功。对。但是具体的形势呢，好坏呢是另外一码事。但是不管怎么着，这个劫首先要打上去，第二劫打赢了，那是没话说的。没错。剩下来，接着又需要再想想到底怎么办。这个图呢是这样，就是相比于前面。黑棋我们说的那个 AI 的80%多的胜率那个图，可是天差地远，因为当时的时候他提掉是要求这整块要挟这块棋，让他中间飞了一个，然后他把这个靠住。现在的情况是，白棋把这个飞起来了，然后这个劫打赢了，把它打回来了，他很难受。对，要不然我们就把这块，要不然我们就再问一下。好的，好的，好的。再问一下 AI， 看看 AI 的这个对于胜率的判断。这个打劫之前呢 ，AI 曾经有说法。是的，是的。现在呢，情况变了。对，看看他有什么新的说法。好，我们看看这个。AI 认为这个棋呢，那就继续顺杆爬。还是很看好黑棋啊。继续压。他的变化图是让他压一个。对，让他压，让他压了之后呢，其实就是白眼。对。他做出眼了，你看这个地方能有眼位。是。他肯定先提。他提掉。然后他把这个当劫材。冲一个，冲一个。这回他不给了。AI 是认为要断的，然后呢，他再断，他说他有这个劫，点刺一下，点刺一下，接牢，他再提，然后呢，白棋呢从这个地方再贴，再贴呢，你别看，那个小球，你看有好几个劫呢，劫很多，这还打两下，难怪他要冲，我还心疼这个木，对，他所以他只有断打，所以他忍痛，他这地方原来他有劫，是有劫材，就是这样子，对，那么 AI 呢是这么认为的，他提醒我们的大概是这么个下法，他刚才的判断就是说，如果这样照正常进行下去的话，黑棋的胜率还是在60%多，67%的样子，那就是说还是觉得黑棋要好一点，但是这差距就不是那么明显了。当他这么压的时候，然后呢？黑棋提劫。黑棋提劫。他找的是这个劫。这个比较符合人类的想法。前面我就在想他会不会走这个。没错没错。这个劫呢，首先来说黑棋，绝对是要硬的，这被穿通不可能。这肯定不行，这肯定得接上。得接牢。白棋又提。对。他就是顽强地告诉你，你必须得给我退。对，他就是要把你打回去。我这个地方还是有眼位的。没错。不仅能连上，还有眼，他是这么认为的。我想这个长待会是不是赶紧给他走了？这是不走被白棋提一下也很大呀。对呀，我觉得真的是啊，就是这意思。这步棋很大。对。所以为什么前面 AI 强调要把这个提掉，还是很有道理。当他这么压的时候，现在姜蔚杰决定把那个上边提掉，当劫材。提了一下。这个提。这个棋本身从打劫的角度是损的，是的，因为你提，随时跟他挡交换，白棋很欢迎。没错，因为白棋怕的你是将来走在这个地方。对，当然要时机成熟的时候能走在这里，不能随便走了。啊，真的是，对吧？就提醒大家一下，真正的喜欢的是要在这儿，而不是在提。是，提了之后呢，
白棋挡住，白棋挡住，对，大家注意看啊，这个两个形状是世界上最挺瓜的形状，多棒、是的，挺头，对吧、我们很多时候都说是凡是小飞的形状，你去在这里走一个让它动过、哎，肯定最差的。那么它由于呢现在呢没有别的劫材，它所以也该冷处也要冷，哎，挡了之后又提，他反过来就问，哎，你倒给我找找劫看，到底你的劫材在哪里？这个没挡，多了一个。对，这个补棋没有。哎，这里真的需要打劫，他真的来了。赶紧冲了啊！他想想这儿还是劫材比较重要，而且这个对本身也损不了多少。对。而且没错啊，你走了之后，这个外边还便宜了。对。要不然你总不能走在这里让他接牢。是。我就在看华老师这棋冲过来之后，他这样，这样找劫哈，然后他这底下会有劫材吗？会有啊，我真的一接你敢不理吗？我不知道，我当然这里先打掉了，对对对，打掉之后一接，我以为还是要理的，我估计得赢，不放心，绝对不放心，这好像太心里太含糊，明显不放心，而且走在这里你也不理他也有目，对，因为这个地方你要接牢他是被扑，扑两下，一走先被打，这官职很大的，是，哎，现在他这个地方冲断，然后提掉，哎，他又提回去，现在目前还没有走这两个，这两个没有，哎、然后黑棋刺了一下。黑棋也就是刺了，他也就是这种地方有劫材。对，就是黑棋的劫材确实有点缺乏呀，看起来。他找白棋的劫啊，真的不好找。哇，精彩的情况发生了。不硬了。不理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是吧？他要把你这个拿下来。是啊。那么你要冲的话呢，他毫无疑问要提通。一提通，哎，你开头说的要吃这一团的这个梦想很有可能实现了是吧？还有一个他这一头彻底的活干净，还要走木。注意啊，这样的话他提差不多更是绝对先手了。确实冲过来好像木数也不是很大，黑棋先提了当然再说。对，135，这盘棋呢还特别值得介绍的呢，是这盘棋的对局的场所。是的，是的。那么咱们主持人子仲刚才已经跟我们开头的时候主持词的时候就做了介绍了，现在我们是在浙江平湖新建了一个当湖十局围棋主题公围棋公园，在这个里边进行的，很漂亮，看起来。那么这一盘棋呢，更是什么呢？在这个主题公园的一个小亭子里边，这个亭子呢叫永年亭。哎，这个永年两个字是啥意思呢？永年阁。永年啊，永远的年。哎，永年亭，不是永年啊，永年，年份的年。永年亭呢，永年是当年。就是说用现在的话叫赞助张永年赞助，就是说当年师范当湖十局的这么一位有钱人吧他的名字那么在这个为了这个纪念当湖十局呢里边呢有一个小的亭子这个亭子呢就取名永年亭那么以之纪念好，这棋原来有意思了。我这个原来你再棋的时候啊，他打在这儿，白棋认为啊，不要再顽强了，我直接打就行了，我不已经就通了嘛？是的，对不对？那么姜维杰一看，您既然通了，我这个点了不能让他白点啊，赶紧冲过来，当然要冲过来。再看范廷钰，真正的醉翁之意在哪儿呢？酒在那儿呢，一个要尝出来，一个告诉你啊，你连左上角还没活，你给大家摆一下，马上怎么给他现杀招？这个好像最笨的。这那我就下个简单的吧。对了，最笨的，然后点一个。一点，你再敢接的话，如果那我就搬吧。我脚上再一搬，这是一个半个眼，后手眼或者说是后手一个眼，只有半个眼。是的，就是说这个形状是非常的。
对于鱼来说不能掉以轻心的。好，那就是说黑鳍这个地方是欠块活鳍的，这个鳍没活。它还瞄着你这一整块的。对，这块黑鳍也是很成问，很成问题。你如果你别以为这一块鳍，你这块鳍还真没眼，还没活透呢。那么姜维杰一看，必须要活，靠一个。哎，靠一个。靠一个呢，他最希望你的是，搬。搬这个。他就挡住。挡住。你再一打吃。我忍耐一下，介老。哦，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直接把你这个打了飞给补住了。这很重要的。这块其实这样就算活干净了。对，肯定是活透了。活了。而且你基本上你再接牢，它也可以不理。对。而且还有一个好处，通过这个地方呢，你卵头它还有助于它跳出来。没错，如果你接上的话，那就中间随便来一个就行了。哎，它太舒服了，这地方还开心，还敢塌下。或者先把这个抓掉。没错，这很舒服。对，所以呢，我们来看呢，这地方来看，进入到胜负处。这很关键。非常关键的地方。而且急打。你急打进去。击打进去的，他要求你起码你先接给我看，接住。你接住之后呢，具体到底走什么？我看哪怕二路搬肯定是不好。这个，直接在四路搬，搬上面也好一点。这样的话，你一切抵抗都没了。你什么搬，我要扣下来打，你再鼓起来我也打你。对。你单接上，那我当然不走这两个交换。所以这有好处。所以黑棋没有粘。哎，黑棋没有。他搬了一下。抢手。不理你了。跳点。哇，太凶了，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地方还留着这么蹄的。这看来是动了杀机了。互相都动了杀机。觉得好像。互相的其实都瞄着这个东西。是的，是的，但是呢，中间还有实力。中间都要抢。当他跳的时候。跳点的时候。姜维杰一看，二路打。打这个是吧？打吃。终于，这个我觉得范廷钰拔出匕首来了。双方好像都没有退路了，这是看这意思是。飞。就没打算退了。这个飞呢，一飞呢特别重要。大家可以再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地方被弄出来，注意啊。不仅是他要呼应自己这块棋，而且注意这个地方还被断。没错，这堆其实都没连着呢，对，全没连，也是要搬下去的。就这个地方，如果一旦被迫你要这个地方接上，那你就呼不出来了。你就这个子一旦被拔掉的情况下，就支离破碎的。全部薄的不得了了，这一看，他一飞，一飞呢，所以是个攻防兼备的要点。特别重要。所以这一看呢。这地方如果再被白棋再下一手，别弄得不好，真死掉了。赶紧要处理一下。赶紧处理。处理是这样子，直接靠上去。直接靠。这下得好精彩。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讲过这样的这个棋。凡是你子力少的时候，你理亏的时候，就要跟人家挨得近一点。对，对不对？做眼的时候，尤其是哈，没错，要跟人家挨着一起做，你自己一个人在中间搭眼。我们摆过是十个子，最少两个眼，就是两个针眼，十个子。要分十个子。十个子，对，很不容易。所以你要跟人家一起搭眼的时候，你就觉得容易多了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呢，当一搭的时候呢，白棋决定不理了。他一看，这个地方走了这个，这两手棋交换，这叫交换。这个交换呢，白棋已经有便宜了。因为你这个形状，你看，因为你自己走，你是走这个。你怎么可能走这个呢？就让我靠在这里。他已经便宜了。他把这个先提掉。先提掉，所以要开始。先看一下你这块棋。弄出一个，拿出一个总攻的架势。一提。可以去搬一下，搬，这个真的很精彩，看这个他退，这个棋下的真的是精彩。这一回姜维杰必须要好好的白眼，提掉，提掉了是吧？嗯，我就想着他为什么不提掉呢？对，他现在提掉了。提掉之后，作为白的来说，现在呢，他的毛病也很多。
因为他如果说他真想要吃它，这个点是最好的，但是目前这个点我觉得不太容易成立，好像不太成立，人家街上这冲断了怎么办呢？对，上边全是毛病一大堆，看范廷钰在这个场合下怎么办。这绝对是考验实力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年呢是这个 CCTV 杯，对，是实际上呢是当湖十局主题公园呢首次正式亮相啊，刚刚建成没多久，哎，啊，很漂亮的一个公园，大家去平湖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对，觉得尤其是奇米朋友，然后它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景观，也成为市民休闲的中心，没错，又含有富含文化的内涵，没错没错，然后成为一个平湖的旅游景点啊，也成为平湖可能打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一张名片。根据我所知道的这个情况呢，为了就是说有点动员啊，动员平湖的市委市政府啊，来进行这个事儿。那么咱们的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先生曾经根据他所了解的史料啊，他向这个四套班子做了非常认真的讲课，然后呢，四套班子呢听进了他的话了，然后呢，最终形成了这么一个决定，这个都有关系，所以这个跟中国围棋协会呢直接有关系的，我们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围棋协会直接配合搞的 CCTV 杯，所以也在平湖进行呢，至于说子忠刚才还说了后边还有亚洲杯了，那个是太顺理成章了，对，是非常有道理的，对。这个比赛的冠亚军呢将直接进入到亚洲杯，因为亚洲杯呢历来就有这个传统，就是每年的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亚洲杯的这个分配情况，就是说不是说等级分第一他是柯洁他就能参加亚洲杯的，他是 CCTV 杯的冠亚军才有资格去下亚洲杯，是三个国家的就是说类似的电视快棋杯，他的冠亚军那么加起来是一共是六个人，加上还有一个是上一届的亚洲杯的冠军，是理所当然的第七位，对，一共七个人参加，所以大家可能在下看亚洲杯的时候，为什么这两个人不是我们最强的呢？所以老有这个疑问，所以我们就老得给人家解释，是打出来的，对，是的，所以大家就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规矩是早就已经定好的了，不是说谁想改就能改的，也不是说谁推举一下就可以的，对，这个地方呢，他搬了之后呢，黑棋它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讲是轻松，真下的时候就很纠结了，非常难。他要想清楚这个地方的眼到底是怎么回事。没错，这棋很不容易。先一搬，一搬的时候呢，黑棋先从这个地方搬下来一下，那么这个被他打掉肯定不行，他是要接牢的。对。这一头呢，实际上来说，接上，对，他接牢了。这个地方呢，你比如说他爬进去什么，其实他是先手，但是现在不一定来得及。那你现在爬这个的话，人家可能先动手吃那块。对，先从那块棋的死活不知道，他现在这个要停。这上面呢是这样，就是说这儿如果有一只眼，他这儿一团，这一团，这团是先手眼，那这块棋已经活了。没错。应该是已经活了，如果他想活、想活的话，这样不已经活了吗？对，但是这个地方呢，他觉得是仅仅是防守，他为了积极的进攻，他现在决定走在这儿，这样更好。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回应你刚才的话，这地方你如果想点他一冲，直接就通了。这个没有，这个现在直接就通了。对，他下得很凶很凶，他认为你还没活透。这尖。如果只要能补，那么对于黑的来说呢，就是还是一个蛮苦的事情。没错。一号厉害了，把这个断了，这上面已经看清了，就是说他已经活了。他认为我是活棋，而且我也不要走这种官子。对，我就在看他急打是这是活的吗？他现在好像不是急打的。他在这儿。他点在上面。点在上边。
我没有看出它是活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看明白了。这个太有意思了，难道这个地方能形成转换吗？我有点不可解。这没有。他一走这个的时候，黑棋啊，居然不理了。不会吧？这上面死了肯定不行吧？太大了，这死了说不会，棋就真这么下了。哦，天哪！然后呢，这一头呢，他还提掉。他认为你已经死了，显然是这个意思，而且还要你这么补，要不然我冲下来。哦。哟，这棋有点。他就觉得你这样已经死了，这死的就是。哎，我们来问一下 AI 吧。有点大，我们这目也数不清楚。我也有点不敢随便说他的死活、啊。是的，不能乱说这个。乱说。听一下 AI 认为，这个上边难道真死了吗？这死了的话，这个形势也不知道怎么样。这，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黑棋死的太大了吧。来，我们来看看 AI 的这个认为啊。他这个地方他不走了，他先挤进去。来，你摆。好。挤进去。挤这个是吧？挤在这里。挤在这个地方。黑棋挤一个。挤。黑棋挤。白的当然要接上。接住。他先把这个团住。你刚才一直说要团的。对啊，我刚才说觉得他团一个就活了。然后他把这个提掉。他从这个地方搭出来，搭出来然后接上吗？接上。他只有接牢。他在压，他不能接嘛，接了你再贴他都会，他再压出来。他就要求这下先。然后你冲。冲断。他断掉了。断掉，那就把这个眼破了就行了呗，往里挤一下。局部呢，显然是做不活。杀法就是局部，他是死棋。显然呢，这个地方好像实际上他就告诉我们，这盘棋啊，就是最凶只能这么走，然后呢，眼位呢是做不出的。我这看的好晕。有点晕啊。这不知我不知道是长一个是怎么回事，没看明白。因为这头你肯定没问题了，你不能有断呢。对啊，但是长一个是先手，他只能跟着硬一个，然后我这个粘先手，我可以实在不行我就掐断了呗。哦，有这个接的问题。对。然后再冲下去，所以这个最后呢 ，AI 呢也没跟我们详解。好，我们收回去。这好像还是黑棋有点危险，因为黑棋这边气太紧了。对。然后反正刚才我们看到的胜率是已经白棋90%多了，接近95%了，那就是说他还是认为这块棋是死的。我想不死也不会有95%。那是。现在呢，目前是这个地方没有团，这个、我们要摆到实战的样子。这头已经是尖了，这个子是没有的。爬了一个。这个子是提的，他刚提。对，然后黑棋靠。靠出去。他接上。接牢。压出来，也就是这么着了。他冲断掉。对。他冲断之后呢，刚才啊他没有走这个。对。现在啊，他直接打在这里，对于白黑棋的眼位可能更糟糕了。但是现在接这个都是后手了，刚才接这里是后手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没错。因为你这个等于白棋连上了。对对。而且刚才那个图也不太行。对不对？我解释的对的吧？是的是的。这个地方你等于没团。就断不掉了。当然团了呢，对官子来说有损，被他一提这个地方的官子损了。然后他长了一个。他长。这我觉得好像黑棋不太行了，看起来。他一走这个。哇，真的是没想到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这怎么一下子就一下子不太对了？看起来你可见你的80%，当时强调着这个80%。他那个图没有下出来。一个棋没有下，不照着我的下，你看不听老人言吧？对不对？你吃苦在眼前了，是不是？不过那个图要下出来其实并不容易，说真的。对，这块棋突然如果走死的话，这个木。不可能有这么大木啊！我也觉得是。他即使把这个断了，这样把它切下来，对，接上，然后这切到这儿已经是最狠的切法了吧？最狠的切法，对啊。那这样还是不行啊。对啊，最狠的切法，而且他把这个接上，连这个接还不是完全，这个还没挤呢。这个没挤。你接他还要走这个呢，小球，他还要先捞你便宜。我先不补啊，我干嘛要补啊？我不要补吧。我这个没先挤到。你没挤到。
对不对？你为了掐死我，你只能走这个。对，那我太痛了。我还要提，我还能提呢。最关键是，提你还不能不赢，要不然我打进来接牢你怎么办？是，你连气都不够了。这不行。你只有再退，这个时候我再老老实实堵住。那这个黑棋差距有点大。这个好像。他实战就是这样的，他这下接不着，他没办法，只能虎回去。对。看这目，我觉得黑棋是不太够。他结果呢，就冲了之后一断了之后把他搬，不能被他暴吃啊。嗯。结果，被范廷钰，连这个二路子都打掉了。对。这个打掉太大，因为根据咱们刚才的这个见解，因为这个接牢是先手，没错，你得单关补一个，是的，那我将来除了接本身大之外，我还能渡回来呢、现在等于什么都没了，因为我看不到什么大的关子了，已经这盘棋真的是这块棋走死了呢，我觉得好像感觉有种突然结束了的。对，我觉得有点真的像一个突然死亡的这意思。本来以为要慢慢收下去。嗯，对啊。但是这边好像点刺的时候，白棋突然就拔刀了。对，对，白棋的要是如果说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个胜方的话，那么白棋的断栏开劫，非常正确，是吧？就是一个直接的胜因。对。到178的时候，他已经全部把你都吃掉了，还一滴都不剩。你看，连得很牢，连得很牢啊！这个太意外了。是。嗯，这块棋最初的这个最厚的这个地方，竟然就这么走死了。这盘棋再看一下啊，就这地方的突然的开劫，太厉害了。对。本来呢，一直就是刚才那个说黑棋有一个图呢，是胜率80%多，但是就觉得黑棋好一点，但是其实也并没有说就胜势了。对。但是要把这个好一点这个优势一直保持下去，是非常非常难。确实。是的。那么当初那个图呢，确实以人类的想法来说，可能我们摆觉得很简单。但是在这种快棋的情况下，尤其是。而且这个图呢，你要想下出来，本身就不是很容易。你要先提掉一下，然后再还得把那个靠下去。很容易想到就直接靠住它，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姜维杰呢，就是中间盯了一下，被白棋抓住机会，先飞起来了。对。然后再这么一走呢。他把这个还挡住。然后白棋挡住。这地方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地方黑棋如果先下的话，你要跳呢。非常遗憾，他还能先冲着你。你先如果冲上去不成立，他挡住。对。这个时候你再渡过呢，被他啪啪一打，打了再接牢无所谓的。你如果敢顽强再拐，那就自杀了。他正好摆一下吧。拐一个有劫。拐他挡住啊，哪有劫啊？挡住我就急打。对，还有一个扑。是。对，我搞错了。他有可能来这个时候呢，他还有顽强的，他还有一个这个东西。是的，他如果单渡过是不行的。那么他如果有这个。对吧？急掉也不行。对，急掉一打吃，一打吃的话，还多多少少有点棋。没错。那么他可能啊，真的照以收官子的话呢，那就接上算了呗。可能又有问题了。那就接上算了呗。白棋就接上。对啊，没关系。那这不能再尝进来，再尝进来，对，那就不客气了。气就肯定不够。是的，是的。好，我们把这个拿回。那么最终呢，它呢实际上是挡在这儿了。对。挡在这儿之后，就局面进一步简化。白棋把这个挡住了。挡住了。他是收的很安全，他也没有提这个收这个逆收。对。搬粘。提。粘上。他把这个。双住了，对，他接牢，接牢，就基本上目数都已经确定了，倒是。这个等于是等于是中间这个几个子，跟这一块的转换，这好像不成比例，好像有点不成比例。他直接就补上了。对，这个是第186。
那我给大家稍微数数木吧，木有点大，木有点大，木有点大，这一十、二十，对，那对我就我注意看一下，我注意看一下这个实战的这个进程，我们必须要严守的这个进程。然后，白棋的控呢都是在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呢是这个跳的是当他是先手，他挡住他接牢。他也在团住，他这个在冲，他接牢，这个在提，他能接牢，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八十八，黑棋九十七目左右。黑的有九十七。九十七应该不到一百，一十是一十。对。十四。白的，我们看看上边的这子有多少。一二三，这个都是白棋的。这个黑棋提过一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个，对，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个，二十四十目，现在他跳，跳进来，他还要冲，他不肯直接就挡住，渡过，止住，七七三。比想象的细是吧？对啊，这九三九四，好像盘面也差不多，九五，而且九十五的样子啊，并不是想象中差那么多的样子。但是盘面，但是这好像很难再追得回来。但是盘面差不多呢，盘面两目，盘面两目，那就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是可能差的不是太多，我估计，可能有差距，数的不太对的话，可能差不会超过三四目，估计。对，那么这个棋既然他是在官子在收，那么说明这两个人呢，就是他肯定认为也没有官差别啊，大到就是说一眼望上去他就明白了。对对对对，现在他现在还是轮到监住了是吧？轮到范廷玉下。哦，该黑棋。那么这两个人呢？现在看起来呢，还是年轻五岁的范廷玉，可能要战胜同乡，小同乡姜维杰。这下挤掉，那可能是盘面三四目的样子。盘面可能还是会赢的。但是要收到八目，估计是不太可能。对，几乎不可能。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们的规则大家都知道，是要盘八才能赢。来注意来看啊，他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退？注意一下，为什么退？他是退的，这棋。不是挡的，这个是先什么？这个团先手不先手啊？先手。先手的话，他这里有家。哦，有个家是吧？所以他宁肯退。哦，那我这判断还得这儿扣两目，我刚才这儿给他数了三目。然后他再冲，他便宜着了。他只能在这儿。有点意思。这个最后的在拼搏，黑棋在走这儿，当然要接上。看一看啊，黑的还能有什么地方下呢？其实已经，这个挤应该挤掉，这个别忘了。这个要否则的话被，但是白棋也不太可能抢着，不可能又挤着又打着。你刚一挤的时候，他肯定挤你，你哪能不理啊？那就把这个吃了。还真的能挤着。对。他马上现在挤着了，赶紧挤了，提醒了，对不对啊？真的是连这个教师都没看见，是啊，挤掉一百，这是第198手，这回实在是没有官子可收了，对，没什么可收的，估计是差不多，反正就盘面黑棋好一点，但是天目是不可能的，天目肯定贴不出来，这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块棋原来范廷玉，刚才你夸过他是做活，
再倒过来了。倒过来了啊，嗯，我就没想到他会出手，我真的没想到，因为我觉得他的棋就是慢慢收，然后刮的那种，很擅长刮木，他本来就对，那没想到他这儿就是悍然出手了，果断，对，非常果断的跟他拼，毫无疑问，他这个出手很成功。嗯，现在呢，黑棋呢往这个一路立一下，单立，这个立。有没有点什么道理呢？如果这个地方被扳接上，啊，假如说白棋扳上，有这个道理。一旦被扳接上，那么当你断的时候呢，你就毫无疑问只有走到这里。对。那么这头就被挤了，有被打吃的可能性。嗯。现在呢？他现在是立在这儿了。他是这样的，马老师。他如果说扳粘完了之后。气紧了，因为他有可能拐这个。哦，还能拐出来。只能粘上，然后击打完了这一点。哦哟，不得了，好像要出问题。还有这个问题呢，这就是刚才、这个。看起来能扣掉点木，反正、能扣掉点木。空里边我们还需要当心的地方。对，要小心一点，他现在就很厚。一路立，很厚的。他这个打掉。对。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照理这个打其实也很大。嗯。因为他能够打吃。你借牢，他再借牢，逆收三目，逆收三目的，是的，嗯，哎、啊，他还要拐出来，你立了还要拐，他拐让你味道，让你味道好，让你结果这个一走呢，黑棋就直接团在那儿，哎，团在这个地方，叫你再断进来也没用，这样是不是亏了呢？不知道这个手法是不是亏了。如果这样的话，然后白棋就把这个挤住，还是就算了。对对，反正底下也收不出什么东西。对，收不出什么东西来。不太明白这个手法，好像觉得好像白棋小亏了一点似的。现在说明啊，棋比想象的还细一点。居然范廷钰断上来了。断这个？对。哦，好意外！连这个地方还要打劫，这里面是有一些味道。就是说，一旦你只能够走这个，那将来有可能。那么他借牢之后，这个立下来就不一样了。那便宜了，对不对？你如果打这个，有棋吗？没有，觉得有什么棋？没觉得。没觉得。打在这里，不管怎么着，他能挤着你。是。要不然连这个挤也不会欣赏。对。现在他就先提，对，哎，他一看有劫财，挤断进来，他断的是吧？断黑棋挤。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棋损失了一个劫。他应该把第一个走就当劫财。我是觉得他拐一个可能亏了。对，他208，208提。那么就看他了。看黑棋肯不肯忍回去。对，这棋，对你只要里边补就行。尖，这黑棋已经，作为黑棋来说已经冷了很多了。这个时候呢，但是呢，我再仔细看看啊，他能够。这是，我觉得要翻盘，这难度有点大。难度大，110。只要白棋，范廷钰他不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比如说像这个脚上被人家做出过双活来之类的。对。这是有可能的，你别小心，把这个弯掉了，把这个打掉了，然后被人家二一靠，发现里面怎么都是个双活，而且还有可能是个有眼双活，那你就麻烦了。这个是有过的啊，这个立了之后，企图变成里边八目。对，然后发现被人家一靠，你怎么都吃不掉它。这个是，这个是给我们看的笑话啊！如果这个地方走掉，这个地方也走掉，摆成这样，就摆成这样。哎，都紧上去了，不要再摆了。我们这个地方，它只要靠在这里。然后你发现你是个双活。才发现根本吃不掉。那本来我算它6目，然后发现只有5目。一走它在尖，你如果尖在这里，那就亏，又亏一目，它就变成有眼双活。对。那就爬一个算了，爬一个好一点，好一目。所以，当他走这个的时候。这种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你放心，他不会犯这种错误。当然是，他当然要提了。
齐了之后呢，他就先叫吃，咋吃？你总不能不接吧？是的。哎，再提。嗯。他认为你能够，他要占便宜的，他一目都要占。哦。就打吃的时候黑棋粘上了是吗？对啊，他当然要粘上了。这个，然后白棋提劫，白棋再提劫。现在我明白了，你如果这么打呢，他以后就算接牢你也要补了。如果你这么打呢，他弄得不好他还藏一下，等你再打的时候他直接把你打回去。然后这个急打的时候还只能粘，还不能提，不然被冲了打的又要出棋。一路脚上扳，这个是绝对的先手。对，这个白棋得补回去。得要补。补在这儿。对。嗯，这棋下得很厚。嗯，这其实补哪个挺有讲究的，这个角。嗯，如果走这个，对，走这个，那么有没有可能有问题？有可能。假如是，就是他不能打这一下，打这一下被点了一冲要出问题。啊，这个地方如果接成硬腿，那当然已经出毛病。对对对，哎，就不能被接成硬，但是直接走的话，他有可能就打那个劫了，就。没错。就你如果点了冲的话。所以他现在走在这里是最厚的。对。因为你任何时候一点，他就一挡嘛，肯定活透了。是的，是的。嗯。这劫呢，其实如果说黑棋他胆敢去找一个就无关紧要的劫，白棋有可能先立他一下，待会儿他跳出来，这里面有点看不清，更麻烦了。然后，当他一走这个的时候，黑棋又提劫，黑棋提掉，白棋一扑，提掉，白棋一扑，当然，这地方你别看白棋的劫啊，好像还真的挺多的。因为白棋他找一个就是那种就几目棋的劫，你肯定都得要啊。对，什么都不能给，肯定。对。挺有意思，两个人还在顽强的拼这个劫。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既然棋手在拼搏，必然有拼搏的道理。没错，没错。我们就静静的欣赏即可。是的，是的。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猜。对。从逻辑上来看，这个拼肯定有拼的道理的。对，经常觉得哎呦这棋好很多了，怎么会被翻盘了？对，或者说棋友们下着下着，哎，这棋后面怎么下我都赢了，结果又被翻盘了。黑棋决定在这里打。这个是用你刚才的这个说法。打掉。因为没搞错我。还藏出来了。我是看着他这边，我就在想着他是打算做点什么。我其实这里黑棋的味道挺坏的。首先来看，绝对不能走这个的，那被他一接牢死完了，只有走在这里。对，这直接回去也不行。回去的话被人家粘先手，这底下很特别容易出事儿。对，这一接你冲我一跳，好像已经有点急了。现在他呢冲在这里。反正劫材很多，至少。然后他再双一下挤掉。挤这个。他也不打劫了。他不是藏出来弄。再看看他啊。他是二路虎。虎这个。二路虎的表面上看起来明显有扑了再扑。但是要注意的是，你即便是二路接上，他打吃了之后也有劫材。对对对。没有，总归要有的。这是人家应该有的劫材。来了来了，还藏出来。哎，注意啊，注意注意注意，这里藏出来了，藏出来，目标是在哪里呢？哎，他就在继续吃，冲吃。那白棋应该要接着藏吗？接着再藏。我总觉得这个气如果还要收气的话，那黑棋已经很惨了。他直接在这里挤一下。他没有藏这个。没藏。单挤掉。单挤掉。这是要显示一下收官的艺术，是吧？对，有点这个意思。然后呢，黑的呢，如果呢你接在这里，那么他就这个也先手。对。现在呢，他非常的不服气。接到这儿了。
他不可能再亏这幕了。对，他觉得这一幕已经不太够了。这一幕你还要刮我。嗯。那么范廷钰把这个又藏出来，这个藏明显有用啊。对。因为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借牢的，怎么会没用呢？这个藏。对。明显有目。这里边的劫财真的是黑棋的味道，是的确是有点坏。没错，空里边231，啊，这回真拐下去了。嗯，他还直接他还要就是孜孜不倦的让你守目，就反正因为他这个劫财随便打。对，劫财你不可能有那么多劫啊。而且这个长基本上是绝弦，待会儿这个打紧了，黑棋总共五口气。对，你绝对得小心，要收气的问题。他就要求你要夹在这里。嗯，这回他就放心了。刮的黑棋有点惨。对，真的会刮，真的有点惨。真的。嗯。认怂了，也别再提了，提了半天也没用，估计。打不赢这劫，人家这个接打都是先手。我看再提啊。提了一下。被他保在这儿了。哦，他跳一下。是气度不给你好好收了，你再接牢我这个一藏你还没法走了。是，所以这个地方只能够老老实实走在这里，不要再生事了。嗯，他这个团住，白棋团掉。嗯，然后粘上，这个当然要粘，这一冲不得了，再打吃。一路还要打。太狠了，提掉。他就告诉你啊，你如果接牢之后，那么将来呢是要一二。对对对。你如果没有这个，他只要一。是的。就没了。嗯。就差一目棋。嗯。真的是像农民种地一样，粒粒皆辛苦。勤勤恳恳的一目一目刮你。一目一目的刮你。这个一走。等会儿啊，他是提着的，他还要一路打，一路打了之后，黑棋当然要提劫，白的把这个地方又接牢，接上，这劫财真多，劫财太多了，团住，团住，239，240又提，他告诉你，你给我接，给我接了之后我就。不要再打了。算了。没有接财可打。可以了、已经可以满意了。对，他就要把你打到接牢。就在这里。就在这里。那么现实反正是一幕。不管怎么说，总比接在那儿要好一点。对。好像白的作为来说，他如果不打劫了，就这么借牢，这个效果已经达到了。对。还要把这个挤掉。挤掉。这一边还收着木呢，这个都是带木的，这掐掉一木，然后这儿还先手做出一木。对。这已经是两木了。这个就是。而且还有劫财。对，还有劫。还有劫财。而且我走的时候不是走这个，我是断的。我先断你一下。他根本不理，还提白棋认为啊，我已经把这个劫啊，赢在手中了。那我打这个你要不要？那肯定得要啊，这个又不能不要啊，这个太大了。对，先手一又32目。被人家提示先手，这受不了，肯定得要的。他没有粘。我想粘上应该是必然的。我这个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黑棋的信心有点儿。确实这边还被白棋一顿搜刮。对，你反正有棋的地方，我都给你走出去了。对，是的。有点这个味道。对，大家看这个局部，可能觉得那大不了就刮这一目呗。对。结果发现这刮的不止这一目。他还要提。还要继续提。现在领会到这个范廷钰的官子有多么的厉害了，真是，真是，这小刀刮的简直是，真是小刀子刮的。然后他又提过去。黑棋粘上了上面。这个呢，已经246了。黑棋粘了一下。黑棋自己粘。自粘一下。自己粘呢，本身有木的。
然后它爬的时候它不能挡，对，里边要筑齐了，打结了，它决定在这儿挡住，挡住，这保持五目，挡住也紧住你一气啊，提掉，哎，它又提，我估计哎打在这儿，那你总是得要的，接上251，白棋提接252，哎呀，这个还在打劫之中，对，很纠结的是，就他就欺负你啊，你走什么都没劫财，你走什么我都不理你，对不对？这个将来收气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将来这种先手一路冲啊，都冲掉了之后，对，这个也冲，待会冲着了，然后发现你就得往回收气了，没错，马上就要收了，快是，然后这种地方他也能挤出目来，对对对，叫你不敢冲，提，看黑的，还有一条呢，我相信两个对局者通过这么提来提去，他们的目数啊点得更清楚，那得很清楚了，更加清楚，心里很清楚这个输赢问题到底会怎么样。他挤进去，挤了一个，那黑棋白棋得粘上，粘这个，粘。黑棋提劫，又提劫。黑棋如果说能把这个劫打赢的话，不知道怎么样。但问题在于他打不赢。他如果打赢的话，那个小范下的太有问题了。他现在断这个。断，他这底下还有两枚劫。有两个劫是白来的。打吃。提劫。小秋，这个地方还有一堆劫呢，我先搬，先搬，你打吃，我接上，一二三，三枚劫，对，起码还有三个劫，这儿还有两枚劫财，这中间还有六枚劫财，一大堆，哦，这是，啊，这是长一个是不是也是劫呀？我刚才在计算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劫，还没算清，这个棋再被虎上，或者还有加呢，加了再一退，这味道，如果虎一个的话，这里面好像，对，他又提，难以进杀，看起来。提掉黑棋上面冲了一下，冲这个，白棋挡住。这个是 AI 的，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是这么下，他冲，他挡住。然后。黑棋提劫。黑棋提劫，然后他从中间一打，他提掉再提。打这个。他在尖，他就借牢。他又提劫，AI 下的还粗了呢，就往这个地方一路挡，没有我们的好、没有搬这个是吧？没有我们好，这个那样是三个劫，这个只有两个劫，这个只有两枚，当他走这个的时候，现在呢？他是单立的，他立下来一样，对，立这个是一样的，一样的团住，立这个比我们好，你一手棋补不掉，对，已经冲了，262，263，现在又该他提了，对，白棋提劫了，刚刚在这儿立了一下，看看他还有什么劫呢？目前好像看不到黑棋的劫财是够的，觉得黑棋的劫财实在是有点匮乏。一号，考验你一下，有一点惊人。上面打吃，有一点惊人。如果不硬的话，他就打吃这个。因为他有一个一路打吃，他冲是没用的，你能度过。他可以把你整个就切断，你接上的话，这个、考验一下，白棋整个就切断了。姜维杰。这么一来的时候，范廷钰决定不打劫了，他觉得杀气你是不行了，借牢，或者说换个劫打，对，真打，照着你的了，一路打吃，冲是没有用的，冲他度过就行，一路打吃就借牢，接住，然后这个黑棋打算干什么呢？接住吗？那既然这么走了，肯定得接牢才行啊，他不粘好像也没什么可下的了，看起来，但是这黑棋的气非常的紧，对，气太紧，把这个也要冲掉，冲掉，
要当心你这个地方被他做出眼。是的。所以他你先提了之后再做出眼，你还得再景气，别这地方走的气真不够了。是的。那就出大笑话了。确实是气不够了，那样一提的话。冲。冲接上。接了。真的一起接了。啊，那先接住再说了。是的，是。反正这个时候已经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对。啊。然后他如果提的话呢，他后边还有三气。对。他气倒是够的。气倒是够。嗯。正好够。对。嗯。地方很有意思，他先提，提了一下，打二还一。哎，他打二还一。嗯。那么这个气是怎么个收法呢？是挖一个收吗？对，他冲。冲这个，冲这个呢，黑棋就接上了。对。这看起来像掩杀嘛，就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黑棋有眼的。对。白棋，他已经有眼了。对，掩杀就行了。你是根本没眼，对，有眼杀瞎，对，这个就是典型的眼杀，就把这个我们小球说的眼杀呢，是有眼杀瞎的简称，这是我们通常就叫眼杀，通常的叫，其实本身是四个字，没错，有眼杀瞎，对，还有一个说法叫有眼杀无眼，对，是的，反正都一个意思，但是简单的一说成呢，就说成眼杀，这眼杀呢，就白棋这儿有个眼，不管我打不打，反正都是有眼的。他走在这儿。哦，他挡住。走在这儿，他打了一下。打，现在因为已经劫都粘上了嘛，对，就别再搞了。而且黑棋很痛苦的一件事，这两期他还没法动手。对。他不能收一个就被提了。现在他就冲进来。提掉。冲进来呢，你没有眼的。依然是眼杀的状态。依然眼杀。这白棋的外气很多，你看你即使冲了这一下，你有一口，你还得这样，还得回两下，得走两步。对，然后才能这所以外气很长，你是根本就杀不赢。对，这我想黑棋已经比较明朗了，局势很明朗。然后他再冲掉。这位黑棋的这个心情呢？可能呢，中间一度的时候啊，既然AI 也判定他有80%几的胜率，他肯定自己觉得也不错的，他肯定自己也认为不错。是。最后呢，下层呢要我签字认输，那么心情不太好。心情不好。这个时候呢，之所以下那么多呢，有一个叫什么问题呢？叫调整心情，没错，他有一个调整的问题，可能先接，总结一下自己前面什么地方下的不对，对，想想到底哪儿下错，这好好的棋怎么下成这样了，被人家吃掉了。棋手啊，有的时候的对局过程中间会有这种状态的，他心情调整，是的，有的时候呢，被突然一种各种各样的情况吧，有的时候会造成爽快的就认输了。对，那跟人的个性啊什么也都有关系。现在他打吃，打这个，打吃之后呢，他先提掉你很重要。对，那多收一气，要不然直接提掉了，只收一气了。接下来，对，这样的话呢，你起码需要你再走三步，还要收三个，你需要走一、二、三。对。他就那也得收，不收也没招。立掉。之后下到这个时候呢，终于这盘棋呢官子就没了，好，挡掉。白棋把这个挡了。挡了，他当然只有走这个。这个确实是这白棋后面这个小官子刮的黑棋有点疼，感觉。好像是最后一个一路走了吧？因为你在挡这个也是后手吧，暂时。挡这个是后手。就是所以把这个他把这个挤掉把这个挤了，把这个挤掉呢是为了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木的，对，但是跟劫财可能会有关系，他舒服，他决定挡，是挡呢你暂时可以不理了，黑棋不需要理，黑棋走最后一个力就是最后一个关子，把这个立了，那就白棋就团住呗，白棋当然团住，他别的木都没了，对，
这里面将来是要收气吗？华老师，我在看它需要收吗？嗯、啊？还是说它就是如果说在外气都紧住的情况下，它需要收气吗？把气全部贴紧啊。那么你再走，我也一打吃，接牢，我不觉得要收啊。不是，它外气都紧住，然后单粘打吃完了就收气，它不是吃掉了吗？那。啊，它能放进来吃。对啊。啊，还需要补。那可能需要补一个。嗯，对，现在它打吃在这儿。对。啊，它果然补了。他就提了一下，我是在想他是补在哪里的。嗯，他就提在这里。嗯，提在这里补一手够了吗？补一手好像够了，嗯、因为他其实他只要补一手就够了，就算是急打了。嗯，走这个，我想想。哦，他如果说提了粘上就行了。对，他现在把他这个提掉，提干净。嗯，这很有意思啊，不能疏忽大意。嗯，这个得小心啊，你别最后，功亏一篑，都99.9999%了，然后发现现在证明他还是要对，我觉得他粘上可以了，粘上肯定是可以，粘上可以了，因为连这个都被打了就上了，对对对，那肯定是气不够，你还得收这一二三，他就要提早一下才，对，这个提的是296，其实我看180左右的时候，好像我们看着就当时走这个棋的时候，好像我记得是178左右。您说这个跳在这儿是吧？就点在他这，不让他158啊！你看这个地方就觉得已经好像不太行了。结果他296，后边又走了140几手。是。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差距那么大，确实是。我们来看一下静观吧。是的。这个棋它到底是下到这个时候，好像应该肯定就数了，数棋了。哦，反正我这儿显示出已经是，我这数目也是太多了。对。然后是应该是盘三吧。盘面三目。三目。盘面三。他赢四目半的话，应该是。对。这。就是赢二又，1/4子，嗯，是吧？反正等他结果吧，反正我也没看清他这最后白棋是粘上这个了是吧？对，粘上了。那这还有几个单关，我数数就行了，一二三，三个单关。对。都没有单关，4、5个单关，那就该黑棋收，那黑棋收后那盘四，要不就。嗯。五个单关哦，五个单关是吧？1、2、3、4、5，五个单关黑棋收后，现在该黑棋下，黑棋收后，没错吧？嗯。那么就是你盘面有那有可能是盘四，有四目。嗯。跟之前的判断差不多，但是我那个纯属懵的，因为这后面确实差很多了，对，差别很大。中间这个被冲掉了几目，然后但是白棋这里下得很出色，对，利用这个劫哦，他抠了黑棋好棋，对，把你该抠的地方都抠掉了，对。本来可能还细一点，但是叫你的形状该补的都叫你补。对。嗯。下成这样了。这盘棋总体来说，我们来回过头来看一下，应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局棋。对，我觉得也是。然后我们是在平湖，这个当年的，就是思乡下范希平、清代两位大棋圣。嗯。在浙江平湖，浙江是你老家？是的，是的。进行这个十番棋拼搏的这个时候，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他们的拼搏的地方，注意啊，不是故乡，他们的故乡是海宁。是的，是的。他们并棋手是海宁人。这个平湖并不是他们两个棋手的故乡，嗯，但是是他们鏖战的地方，接受张永年的邀请，进行鏖战，对。那么现在呢，我们后人，这个新中国呢，已经有围棋的这个好的氛围，我们就为了纪念他们，没错没错，建成了十番棋的这个公园，对吧？
那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包括张永年来好，这两位师范大旗生也好，我觉得他们地下有知啊，他们也会很高兴。对，是的，是。对不对？我们后人呢非常尊敬他。嗯。那么现在我们的 CCTV 电视快棋赛，应当来说呢，规格这么高的比赛，就是在浙江平湖进行这个当湖十局杯。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的解说呢，其实给我们看到了非常精彩的一盘棋。对，范廷钰开头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偏于实力了。对对，但是他的实力非常强大。没错，但是他这个是他一贯的策略。对，我之前也看过他很多的快棋，就是他一贯的策略是先把他能捞的实地先捞了，对，然后他就开始洗你的空，这个他特别擅长，对，而且他也很擅长制孤，对，然后很擅长后半盘的收束，这个我们都已经看到这后半盘收束，这把人家刮的这件事，一幕一幕刮的，我觉得这拿黑棋跟他下，我肯定心情不大好，就算我这盘棋能赢，我都觉得心情不太好。关键是读秒的时候，他的算的那个清晰啊，对对对，非常清楚。在读秒声声当中呢，仍然像如履薄冰一样。没错没错，不是这个如履平地一样。对 对, 对，这个非常非常有条不紊。是是是这样的，就是说今天呢，今天上午是进行了这个 CCTV 的32强战，也就是第一轮。那么今天下午，现在我们讲的是16强战，对，也就是8对8的一个。就是胜者进入前八。没错没错啊。那么明天和后天呢，我们将在这个央视平台上，有这个有相关的报道吧，我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上午我看了这个32强进16强的这个很多棋呢，这柯洁是赢了，反正柯洁赢了陈贤，赢得还挺轻松的，反正有好几个都过关了，那么这个呢是16进8，那么这盘棋呢，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这个结果了，就是范廷钰直白是胜了姜维杰，那么最后的结果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出来，它这显示的是白胜，但白胜如果说是盘四的话，那应该是1/4，哦，它是显中盘胜，那就没数了。写了中盘胜，它就没数。因为盘六的话一般是1/4，如果盘四的话就是1/4胜。对。说这盘棋的内容呢，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华老师。是的。就像华老师刚才说的，觉得好像前面白棋这实力，捞得挺多的，但实际上呢，黑棋的这个后势，你得发挥得出作用来才行。没错。其实姜维杰呢，我觉得节奏一直掌握挺好，就是刚才那个我们摆的那个 AI 那个图，它没下出来，挺遗憾的。对。没错。是的。如果能下出来的话，我觉得这棋黑棋的胜率好像挺高的，虽然说挺高的，它靠住之后，我觉得整体的黑棋呢就厚很多，因为后半盘会好收一些。但是就因为被白棋飞起来之后，这一下子就整个这节奏就被打乱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看胜率呢，黑棋依然有不到70%的样子。但是这个华老师这个断打这个拍吃这很厉害，这个棋主动的断然的挑战。对对对，这该出手时就出手，确实是。也就是说当这个地方点的时候，最后呢他并了一个，他要刺他，这个地方的这个棋呢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黑棋呢肯定是稍微有点意外。没错，这种棋啊我们都很理解，就是黑棋这么下的时候，他是没有想到白棋会反击，他以为他刺一个他多半得补一个了，他心想啊，他心里边在想着，我倒看看你怎么防，对，我就不要不我就冲断你了呗，对吧，是这意思吧，你马上补，没想到呢他这个地方压根儿没有补过，还而且反有敌手，主动开劫，这还是下得很精彩。这盘棋的这个这盘棋其实就是最关键的这个地方，就是其实当它这个飞出来的时候，又飞在这个地方，没错吧，对，它盖的时候搬了连搬，现在这个棋性都变成这样了，就是搬了连搬的这个时候形成了最后的这些细的战斗。但是作为棋来说呢，也许有的棋友就会说，哦，那现在看起来你搬了连扳之后，人家打吃了之后，你不能马上拍上去，是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事后说了，说这个话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因为这个从棋的角度来说，进程上来说，这个是必须打的，对，但是呢你应该说白棋下的是好的，
关键他就利用了这个劫财比较多，是断然的开劫，可以说是抓了一个黑旗的什么呢，措手不及。没错，是这样。嗯，出人意表，他没有想到啊，这个地方你还敢开劫，对不对？我叫你补的地方他还要开劫，所以范廷钰这个地方的胜负感直接带使他带来了本局的胜利。嗯，确实下得很漂亮哈，就是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是16进8，那么范廷钰呢进入了8强，那就明天是8强战，24号，也就是24号下午是决赛，我们还是在5套有现场直播，大家记得收看，是非常精彩的啊，最后的决战，好，别忘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